Okay, right now we are going to have this gentleman predict for us who is going to win the Stanley Cup. Firs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Edmonton or Carolina. Okay, here we go.这个说什么？说个地下的明珠发出光了，出了土了，办事成功了。啊，明珠出土了，显化。好，好。昆龙得水了。好。对。得水了。好。还有，财到手了，渔翁得利。好，你这事儿办成了，财到手了，鱼来同往了。好，还抽啊？一年四季。啊，双喜呀、啊，有喜。哎呀，好、啊，抽双喜、啊。这个好吗？好，好，双喜，看这里啥都有，双喜的没钱。有喜有财，有喜有财，这几个记下来吧。双喜临门，你给他写了啊？这几个字给他写了。怎么写？双喜。哪个对？哪个对？对应。对。改个呢？他这四个的，这马到成功盖哪一个？哪个？两个对。哪个对？哪个队？哪个赢 ？Edmonton， 能看出来吗 ？Carolina， 两个冰球队进行比赛。啊，啊这个球队比赛。对，哪一个叫这个队 ？Edmonton， Carolina， 你算一算，算一算，谁能赢？谁能赢？那看准了，比一下。你不用，你过来找你。对，那算算对的。这个 ，Edmonton， 这个 ，Edmonton， 哈。